帮帮，给我站住！哎呀，哎呀，不关我的事，田地那么难走，滑倒很正常啊！哎呀，哥哥，把鱼竿还给我，那是我从邻居狗玩的借来的。哎呀，你还给我！哎呀，哎呀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哎呀，大家帮我扶啊！哎呦！给我！快把鱼竿还给我！别吵，不要动我的武器。嗯，老爷爷，你在捡什么呀？嗯，穿着衣服的老鼠，他们在做什么？老鼠啊，在嫁女儿。老鼠嫁女。对呀，老鼠嫁女的传说在民间很流行。在各地的正月里啊，都要举行相关的祀鼠活动。对，就比如啊，炒芝麻糖。来来来，看看，我刚买了材料回来呢。这里啊，有芝麻、花生、白糖、饴糖、猪油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！老爷爷，那老鼠嫁女是个怎样的故事呢？对呀、啊，是怎样的故事啊？老头子啊，快给孩子们讲讲吧！啊，我去炒芝麻糖，去做给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去喽。那我就来讲一讲这老鼠嫁女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呐、在一个阴暗寒冷的黑洞里，住着一对年迈的老鼠夫妇。他们决定为女儿找一个最好的婆家，简单收拾了行李后就出门寻亲了。一出门就看到了空中雄赳赳气昂昂的太阳。光艳万丈的太阳，万物敬仰的灵长，经千世轮回而未消沉的思想，东方地平线永不没落的绯红的希望。哈哈哈哈，我知道这是在歌颂我。啊，是的，了不起的太阳，你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吧？你那万丈的光芒可以驱散黑暗。我们的女儿嫁给了太阳，不就是嫁给了光明了吗？不行不行，老人家，我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强大，一朵黑云就可以遮住我的光芒。老鼠夫妇哑口无言，转念一想，于是又来到了黑云那儿，向黑云求亲。我说，两位可敬的老人，你们在看什么呢？啊，黑云，黑云，了不起的黑云，你可愿意娶我们的女儿？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太阳可以驱散黑暗，可是黑云，你可以遮住太阳，所以我们要把女儿嫁给你。我说老人家，没错，我有遮挡光芒的力量，可是只需一丝微风就可以让我云消雾散了。我哪有那么强大啊？老鼠夫妇寻思了一会儿，也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又去找风求亲。了不起的风，了不起的风，你是世间最最强大的，能不能娶我们的女儿为妻？两位老人家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了不起的风啊，
你可以把遮住太阳光芒的黑云都吹走，你是世间上最最强大的吧。所以我们要把心爱的女儿嫁给你。老人家，您真会开玩笑，我哪里是什么世间最强大的呀。没错，我确实能吹散黑云，可是凭我怎么努力的吹，一堵墙就能堵住我的去路。你们要嫁女儿还是找别人去吧。老鼠夫妇听了，又打算把女儿嫁给墙，于是他们俩又来到一面墙面前向墙求亲。叫醒我做什么？啊啊！老鼠，老鼠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了不起的墙，你能娶我们的女儿为妻吗？什么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可能娶老鼠女儿做妻子？世界上最最坚固的墙都怕老鼠打洞，走开，快走开！我原本以为太阳、黑云、风、墙都是厉害的，没想到到头来还是咱们老鼠有力量啊。是啊，这找来找去不都白找了吗？哎，我们干脆就找个门当户对的老鼠少爷把女儿给嫁了吧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应该把女儿嫁给我们的天敌猫。自古老鼠都怕猫，把女儿嫁给猫，这次也算找对了女婿吧。于是老鼠夫妇就去找了花猫。嗯，没问题，你们选个黄道吉日把老鼠小姐嫁过来就是了。就这样，这门亲事定了下来。迎娶当日啊，老鼠们用最隆重的仪式送美丽的新娘出嫁。洞房当晚，花猫吃掉了新娘。哇哦！真笨，怎么把老鼠小姐嫁给了猫呢？嗯，老鼠女儿嫁给了猫，这样老鼠就不会偷粮食吃了。阿宝真聪明啊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啊，民间流行正月四鼠来求一年的平安吉利。